欢迎参加本周六晚上8点开始的超觉静坐分享讲座，一起来听听超觉静坐练习者和超觉静坐老师谈改变从内在开始，以及这些改变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美好。更多详情，请看视频下方的说明，记得要按注册的连结，才会收到上线的资料。